让我来看看。其实我是可以猜对人的年龄，试试看可不可以猜对你的年龄吧。请牵起我的手，并看住我的眼睛。呵呵，原来如此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我看出来了。我知道了，你的年龄，开门见山的说，20。如何呢？猜对了吗？果然是这样的吧。其实我也是认为年龄应该再更大一些，只是给你一些甜头而已啦。